太好了，我们捕捉到第一个已经好的人，我在这边已经干了很久了，猜猜是谁？ Hi. 是我们的修杰楷，修爸爸。嗨，修爸爸，今天是不是哇？看起来气色是非常的好哎。每天都很好，对。嘎戏今天没有，今天没拍戏，今天为了要跟大家见面，所以剧组特地的休息一天。真的哎，他叫你喝杯水是我比较，为什么他比较辛苦还是你比较辛苦？我比较辛苦是不是？对，我来帮你，我帮你。太好了！我刚刚空了多久啊？大家想不想看啊？算了，我怕夏雨乔会生气。我给你们看夏雨乔的背影，有没有？哎，夏雨乔。对啊，我们看看演员啊，嗨嗨，我们今天我的三十定律在板桥还有台中跟大家见面，所以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快点来看看最美丽的夏雨乔，还有演员，还有我跟古斌，好不好？大家一定要来哦，好不好？我们要走喽，我们看 Good 兵 ，Good 兵，是吧 ？Good 兵，嗨，帅哥，多少人在看？大概有3000多万个人吧。3000多万，全台湾了。我们要上去喽，好，我们一起走喽。来，给你喽，喝完水喽。那我们就来看一下，哇，帅哥说爸爸，他说你帅哥。修杰楷的帅真的是大家都知道的，有没有更深度的称赞，像是说好爸爸啊，不用啊，温柔啊，我可以接受。哎、欸，我们来看一下修爸爸之前手受伤的地方有没有好了？还没，还有一点点，哦、还有一点点伤。你看，这个、是还好，但已经。修爸爸在拍一个，现在不能爆雷，但是第九集，修爸爸为了要保护夏雨乔。非常非常的 man 好不好，在那边打七弹啊，然后还被七弹打到，但是他很 man 的忍痛。哎，他说你是很帅版的孽缘啊。谢谢。他说是贾静雯的好老公啦。谢谢，开心。走慢一点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刚刚那个你也在跟他直播啊，我怎么不能跟我的粉丝直播、啊、我刚刚太仓促的粉丝 say 个 hi。这是新闻的直播，很冷，他很累。天哪！乔乔很可爱吧？乔乔的酒窝很可爱，对不对？我们现在就是要跟这个男女主角一起上去。这是修爸爸的背影，这个是古斌，这个背着一个大包包的是古斌。你的包包里怎么这么大、啊？因为里面没东西，所以看起来比较大。还是你装了一个人？可以装一个人回家。哎、欸，我们刚刚偷听到，原来古斌是一个猫爸爸。对啊，我们今晚都比较低调，不会到处讲，不像夏雨乔。我们爆雷了，对啊，我们爆雷了。就是刚刚这个联访的时候，突然问出来，哎，夏雨乔最近养了一只猫，但是其实他的前辈是我们的噔噔古斌，他是新手，我是老手，我从小到大家里就有猫，在香港。就一只接过一只的养、啊，对啊。那现在这一只是怎么样的猫？米克斯吗？哦，没有，它就是接猫领养的。哦，好有爱心哦。一个人又在外地，只有只猫，感觉现在上好像真的在香港，因为香港从小到大就有养猫。哦，回到家，听起来有没有很心疼？我跟你说，古斌真的是一个很敬业又专业的演员，因为呢，他就是因为他的拼劲，然后让制作人非常欣赏他，所以呢，让他在这个剧组里面表现得非常的亮眼，所以大家一定要锁定我们古斌的表现。哎，最近这个剧情走到哪？要不要跟大家这个稍微透露一下？最近你的挑战是什么？最近的挑战没有啊，已经被打枪了。突然间又杀出一个修杰楷，
近是一个纠葛的感觉。又要来竞争，对、啊，然后听说又要被他抢走、啊，会不会下一条？啊，被谁？会被人家抢走。再试一下一次，我们试一下，你有在追哦？我们现在聊什么？我们在聊剧情。好剧情哦！大家在这个板桥大圆柏的九楼，赶快过来，在家里附近的赶快过来，把握难得的机会。对，因为他说在我家附近也去逛逛，现在有人讲说，现在人家在大卖场要吃那个试吃，他们说想要多看你，他说你的酒窝超可爱。Oh yeah， 他是想看你的酒窝，也还好。好，那我们就 focus 在酒窝好了。那边讲 focus 酒窝，哦，这是真的耶，试探大家很无奈对吧？好好好，他休息太多天。对，哎，是天。修杰楷就是帅，这没有错，修杰楷就是帅。这个是在板桥大圆柏，然后我们即将要上楼。板桥大圆柏，没错，板桥大圆柏，还没有来的朋友，赶快过来锁定，好不好？看，这是我们漂亮的爷爷。爷爷对下一场不耐烦。为什么？他是不是吵哦？他说我很吵。嗯。好、啊。我也觉得我有点吵。对、啊。哎，他说好冷静哦。对、啊。所以我一个人兴奋。对、啊。电梯来了！电梯来了！电梯来了！开心。是不是太兴奋？